刚刚呢，从太子保时捷拖了一台卡宴过来哈，然后这台卡宴，哎，这叉六又回来了。这台卡宴的车主呢，是从广州跑回来，在台州保时捷订的。卡宴钥匙在这里。卡宴呢，这个车呢是车主呢是从广州飞回来来台州保时捷订的车哈。他说广州你都不知道，保时捷展厅连二手车都卖完了，就是说经济不好，那都是骗人的啊。你看看保时捷卖的好不好，你就知道经济好不好了，对吧？他刚才说可能说经济不好的都是自己经济不好啊。然后他这台车呢是选的这么一个颜色啊，那个叫什么棕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加的比那个红黑内饰那个还要多10000多块钱啊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的内饰的卡宴哈，这个很少见。刚拖车到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个是现车，因为选这个颜色感觉就有点，是吧？感觉啊，太成熟、太稳重了一点。基本上这个车呢，该加的也都加了，大概加了30来万吧啊。然后今天呢是车主在4S店等着他们把那个白色的保护膜撕掉了啊，全车检查了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我们贴之前呢也会检查这台车呢，贴完之后呢是要直接拖车拖回那个广州的啊。我身后这个红色的盖头下面呢是前两天我们那台保时捷的卡宴哈，车主呢是广州跑到我们台州来买，然后人呢是台州人啊，广州那边的车都卖完了，然后本来呢是一号说好了一号拿车，他大概是28号来的，说一号拿车，结果现在都7号了，车都不要了。然后这两天呢他应该是出差去了，去昆明了哈。昨天说今天确定来了，然后今天呢交完车，他上完牌之后呢，我要负责把他这个车呢安排拖车拖到广州去。然后因为整个流程呢他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的，然后他呢拖车这台车拖到广州去，然后把广州的一台迈巴赫呢给他拖回来，还找我们来贴啊。你如果信得过我这个人，你就过来找我们贴，我们把你贴好吧，并且呢把你负责到底啊。你如果信不过我，也不会去强求你啊。所以呢我这边没有什么套路，我唯一的套路就是真诚，是吧？你看拖车已经就位了，现在要装车了，现在要装车了。哇、这个贴完之后是真亮啊。好，哇，外面真冷。那我们给他车衣给他罩起来，等一下拖回来那台车也同样罩着车衣回来。现在就准备出发了啊！红舅，挂分了。哎呦，你挂上面的。来来，上行啊。好好好。好了，出发广州。这辆车就这么搞定了啊！看师傅过两天给我们拉一台迈巴赫回来了，卡宴换迈巴赫，划算。